橡胶以极佳的回弹性而著称，这种耐磨性材料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尤其是那些高度冲击和磨损的行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况会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输送带、保护型内衬还是伸缩缝，均会出现裂化，最终需要进行必要的维护。贝尔佐纳提供一系列聚合物修复和保护解决方案，可取代更换或传统橡胶修复方法。这些材料施工简便，性能卓越。本视频中，我们对一些贝尔佐纳修复材料进行了测试。当今世界，时间无比宝贵，人们需要快速、简单的维护，这是传统硫化方法所难以实现的。贝尔佐纳材料可手工敷涂和常温固化，是动火作业的替代方案。例如，可在原位轻松、快速地修复输送带。快速恢复使用，最大限度地缩短停工期，优化效率。贝尔佐纳高分子橡胶还可用于各种基材，除修复受损橡胶之外，还适用于混凝土和钢材。卓越粘合力使其成为持久的高性能解决方案。若没有良好的弹性，任何橡胶维护材料都会快速失效。一旦投入使用，该材料可承受各种拉伸力和撕裂力。贝尔佐纳高分子橡胶系列材料专门应对这两种应力。这些材料具备极佳的弹性和韧性，经过大幅度运动后仍保持原始形状。其耐磨损性和耐冲击性同样非常卓越。贝尔佐纳可针对各种工业环境提供能够适应特定磨损工况的多用途解决方案。这些材料均经过严格测试，可提供耐久修复和持久保护，而且这些材料的常温固化性质令其用途极其广泛，可根据具体应用场合调整该系列产品。贝尔佐纳高分子橡胶系列产品易于使用和施工，手工敷涂或浇筑皆可。这些材料甚至可浇筑成特定的尺寸，这些优点为零部件整体成型加工提供便利。贝尔佐纳在每个施工区域和使用环境中均可为受损橡胶提供卓越的修复和保护解决方案。正如视频中所演示的，我们可以保证为您提供这些标准化的卓越性能。请访问 belzona.com 了解更多详情。